即将播出大结局的《梨泰院 Class》，剧中饰演赵一瑞的金多美，凭借着不同于一般女主角的角色魅力，近来人气高居不下。高智商的反社会人格，一手碾压霸凌者，一手对抗绿茶婊，让观众看得超过瘾。在剧中的短发造型也引起一阵模仿旋风。但私下的金多美其实有着非常可爱的一面，甚至被大家称为人间仓鼠。日前电视剧官方释出的影片中，不同于剧中酷帅模样，身穿半露肩上衣的金多美气质十分优雅。除此之外，她还展现了甜美撒娇功，只见他面对镜头摇着双肩，一度超害羞，表示做不来。어떻게불러줄까못하겠어요시작어떻게불러줄까灿烂的笑容让不少网友纷纷大赞，下次来太可爱，好像一只小仓鼠啊。